我们也很感谢这次的评审老师，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张国洲教授，还有我们知名的书画艺术家王品惠老师，还有国际抽象画大师张阿水教授，一银行文教基金会董事穆云仁、张正贵老师，还有师母李丽华啊，师母，帮我们选出，从130多张的作品当中，分别选出了第一名、第二名、第三名，还有优学5名，还有佳作30名的讲座，也就是刚刚所欣赏的。好。